我这不游走，对面直接裂开了呀，把一个狼人伺机过来抓了个人，对面会很痛苦的。看我说了吧，这蛇女跑到上路要被艾克乱敲头的，他很担心打野抓他的，但他在上路欺负我，我就比较拼。好吧，看你还能跑。车还漏了，这里我想着尝试着用 E 来救下道行，不惜打断了自己一个跑路。就是上，我一吃毒我就不加速了。吓哥们一跳。你说在背景故事里那么阴沉的一个英雄，怎么跑得过来这么逗逼呢？跑到这就是在双城之战里那么阴沉的辛基德，为什么跑到这个召唤之峡谷里回个城，就跟跳骑马舞似的，还原地就摇起来了。你好游走，小孩游侠点 AAA， 喜欢游走。我变成了怪物，可我早就是怪物了。直接把他抓住，就只杀他，谁都不搞。我杀下路杀的我好爽啊，然后这俩头都没法给我家下路让，真的杀的我好爽。怎么你还冲回去了？那我就不要去收拾烂摊子。赵鑫拉扯一下跟挖掘机打一打，挖掘机应该是没真伤咬，不然艾克不会放不出来大的，他如果拉扯一下就好。回一趟吧，这里我跑过去杀不了，别因为自己的战绩好膨胀，我这个出装战斗力不强，我就把自己当三杠零玩就可以了。
但是我游走的时候，那这个变态了。榔头一响，爹妈白眼。刷他家野。还交个闪，这不脱裤子放屁吗？他第一时间交个大就脱裤子放屁，你交个闪又脱裤子放屁。勾不着的，不如老老实实拆拆塔。哦，子龙，子龙势无双啊，秀起来了呀！没人管他，确实有点离谱。Shut down. Rampage.这挖掘机从哪儿钻出来的呀？他刚在哪儿啊？他我一直过来，我以为他刚刚去保上路去了，然后我以比他快这么多的一速，我跑下来，他居然在尾随我。他在这儿，他刚刚从哪儿？不是，你看这个洞还是朝的是这儿。他这梳妆真的太鸡儿肉了。哎，本来想着这局中期能狂轰滥炸，乱拿人头，死了一次，直接给我们笑容给我打消失了。我这装备跟他单挑太吃力了，不是单挑装备，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伤害。他主要出个永霜，出个那个大天使，然后很肉的，加400多的血，这俩装备加起来加400多的血，然后加500的血，然后这个玩意儿放技能回血，这玩意儿给他补控制，真挺好的。退潮。